三座你好，祝贺你顺利完成飞行考核。山洞收到，谢谢国会员的祝福，也向我们的老战友校巴飞机致敬。各时刻考试合格，准备参加结业仪式，也意味着将近一年的校巴阶段训练已经结束，马上我们就将迎来新机型的改装，也希望自己能在下一阶段的学习中取得更好成绩。他们的顺利结业标志着仅需三年飞行训练便可获得三代机战斗员资格的新型飞行人才培养模式将在我院全面推开，这对空军持续优化歼击机飞行员成长链路具有积极意义，也为东海好省培养飞行学员目标提供了现实支撑。